欢迎收看本期力哥脱口秀。有几句古话说得好啊，有什么难过的事儿说出来听听，让大家开心开心。今天我就豁出去了，给大家讲讲几件尴尬的事儿，让大家体会体会我的痛苦，让你们开心开心。我这个人呢，有一点强迫症，之前出差跟一个同事住同一间酒店，哎呀，那个同事洗澡的时候，他那个小内内呀就窜上了一半，没有提上去，因为出差嘛特别累，那个同事啊倒在床上就睡着了。我这个人不是有点强迫症吗？我这一想到那没有提上去那小内内呀，我就失眠睡不着觉。等了半夜呢，我终于就等不了了，于是啊我就来到我这个同事的床上，帮他衣服啊提上去。没想到我刚摸到他的屁股啊，那个同志唰就把眼睛就睁开了。三更半夜呀，两个男人没穿衣服，我的手呢正好放在他屁股上，那一刻的空气的凝重的那个画面，哎呀叫一个尴尬。男人呐，成家之后最害怕的是什么？就是跟媳妇儿吵架，对吧？有一回我跟我的媳妇儿就吵架，那吵得可凶了，一连好几天呢都没说过一句话。我一看这样不行啊，男人为了家庭得能屈能伸，于是我想买条项链送给媳妇儿，寻思给她一个惊喜，求她原谅。但是呢又不知道媳妇儿啊多大的合适啊，又不好意思问她，于是半夜呀我就等她睡着了，我就起来用绳子量一下。正在我把绳子绑在媳妇儿脖子上，正在量尺寸的那一刹，没想到他醒了，我怎么解释都不行。从此以后我就被赶出家门，这好歹都是自己人，我厚着脸皮也就过去了。有一回我去一位文艺界前辈家，前辈有事要出去一趟，让我自己在他家等一会儿，一会儿一起吃个中午饭。我呢正好肚子有点不舒服，趁他家没人我就上他家厕所，没想到一不小心就给人马桶给整堵了。你说自己家还好是吧，在别人家多尴尬呀。我就给了我一个哥们打了个电话啊，我就问他有什么好主意没。我这哥们跟我说，这样你用开水就可以疏通马桶了。我这一想，对呀，排骨都能煮烂呢，对不对，疏通马桶肯定没问题。于是我就烧了一壶开水，全都倒这个马桶里了。于是一个屋子啊全是我的味道，比臭豆腐味还正。哇，老前辈一回来直接就在客厅恶心吐了，当场就把我赶出去了。老前辈很痛心地跟我说，我好心留你在我家吃饭，没想到你在我家煮屎。好，力哥脱口秀，天天把你逗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力哥脱口秀，天天把你逗，走你。